宅男變馬神究竟搞邊科？當一個人好喜歡一件事，甚至到達忘我沉迷、不理世俗眼光的程度，有時會因為這樣被人叫做宅男宅女。好像以下這位仁兄那樣，挫曬樣叫人過來，究竟搞乜鬼呢？在這條禁宅的走廊，位仁兄為了對抗邪惡勢力，拿出一個會發聲兼發光的物體，然后做出一连串动作，不说不知道，原来是扮紧最新一辑的蒙面超人 XA。 这个专为纪念蒙面超人卡通片诞生45周年的角色，变了身的造型竟然是个打机的肥仔，不知道伟仁兄又会变成什么呢？他竟然拿出一个码头摇身变成传说中的马神造型，真是估计不到啊。变完身他还要自制了一下震撼声。见到马神咁热血，好多网民都怀疑佢黐咗线，唯独是呢位网民就讲得几啱听啦，唔知大家又点睇呢？